新秀嚟，咁啊呢一刻都即係升得幾急下嘅。你覺得好唔好追入咧？即係感覺上又好強勢喎，其實。我諗某程度上咧，就係、是大家都會憧憬翻咧，內地嗰個疫情受控嘅時候咧，可能咧有機會咧就有一啲嘅通關方面嘅憧憬啦。咁咧就咧已知道咧係一啲同呢一個旅遊消費咧相關嘅股份咧，都係會有一個嘅炒作嘅狀況喺度。咁啊現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咧新秀麗咧，如果你話咧按翻住咧嗰一個嘅虧轉型嘅一個嘅考慮嘅時候咧，我諗咧短期都未必會可以去做得到嘅。咁變咗咧，而家咧就純粹咧係咧就從一個嘅憧憬嘅角度咧嚟到令嗰個股價去上升啦。咁所以咧就會存在住一啲嘅變數咧，就係咧如果嚟緊去公布嗰個業績嘅時候咧，就咧唔係按住咧市場嗰一個嘅預期嘅步伐咧，嗰一個嘅虧損係咧進一步有一個嘅收窄嘅走勢喺度，而係咧傾向上咧已經係平穩。就咧，暫時就未有盈利嘅話咧，可能個股價咧就會咧未必個升勢可以係持續咯。暫時去睇嘅時候咧，20蚊呢啲位咧，傾向個阻力就會比較大一啲嘅。咁咧就咧變咗咧，可以考慮嘅咧就係咧喺呢一個嘅18.2或者係18.5呢一啲嘅位置咧，先考慮吸納就會比較上安全啲。嗯，好啊。